却撞脸的事时有发生，有的是因为整容而撞脸，有的仅仅是那么一瞬间非常相似，而有的就本身长得很像，如孪生的兄弟姐妹。之前网曝一组 CBA 篮球宝贝的照片，网友一看，酷似杨幂，撞脸杨幂的人很多，看来他这回又来了一个孪生妹妹。不过大家也都是只见其人而不识其人，他到底是谁并没有被拔出来，只知道是一名身穿姣好的篮球宝贝，隐隐约约露出马甲线，拥有令人羡慕的身材，除了身穿比杨幂好，颜值也丝毫不差，长相很清纯，但是在球场上跳起舞来可是相当火辣，网友都表示身材颜值都比杨幂好。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，爱运动的女孩则是最美的，运动的女孩给人一种活泼开朗灵动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这名篮球宝贝和杨幂的相似度至少有个80%以上吧，你觉得呢？